我今天再来挂个杀马线啊，这个作品就不要双击了，我怕双击以后被我老婆给发现了，回家跪搓衣板啊，还是跪鸡蛋壳。关注主播，看我每天赶海直播，评论666。我去，今天是退大潮啊！完了之后，刚才走这看到一个大海蜇，看到了吗？这个玩意会蜇人，小心点。哎，还想跑？哪里跑？看到了吗？你们那里有没有这个东西？凉拌特别好吃。平时退潮的时候根本都看不到这个东西，今天退大潮才有。小心，别让它蜇到。哎，哎，看，你看清楚吗？漂亮。兄弟姐妹们，大家好，今天在海边捡到一堆河豚，虽然河豚非常漂亮，但是河豚带有剧毒，我们没有专业的处理技术跟工具，所以就挖坑就地掩埋了，希望他们早登极乐世界，谢谢大家。兄弟们，今天是过小年啊，很多在外面拼搏的兄弟们还没有回来啊，天气这么寒冷，这些大妈还在努力的抛着这些毛哥。在外漂泊的你回家了吗？回家了扣个一，觉得大妈辛苦，给大妈一个双击好吗？来吧兄弟们，这是刚刚出生没几天的小河豚，因为贪玩搁浅在这个沙滩上，特别可爱啊！我把它收集起来，放在这个水缸里面放着，希望能换回老铁两个双击，一个帅哥的，一个美女的。哎呀妈嘞，那只怎么还骂骂咧咧的？你。